我刘无忧发誓，我生是乔楚楚的人，死是乔楚楚的鬼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同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们赶紧拜堂成亲吧。那我找无名选一个良辰吉日，然后我们就立刻拜堂。哎呀，还选什么良辰吉日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今天就拜堂吧。我现在就去告诉月影姐姐他们。这么快的吗？新郎新娘拜天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，礼成。好了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赶紧入洞房吧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时间太仓促了，没能给你举办隆重的婚礼。没有关系啊，我觉得这样刚刚好，而且我们现在应该已经算是正式的夫妻了，我也算是完成了当年对你的承诺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以后一定会帮你找一个真正爱你懂你的人。